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主要给咱们来介绍一下我家用的美式复古开关。这种开关是胡桃木实木加混铜拨杆做的。入户门一个开关控制了三个地方的光源，黄铜拨杆的质感很好。这种开关呢，它的款式比较多，它有这种开关也有插座。比如我家这个入户门就用了一个三开双控的一个开关。三开大家都了解，双控什么意思呢？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哦。厨房可以打开餐厅灯，走廊这里有一个开关也可以开关餐厅灯，这就是双控，也就是两个地方控制一个光源。卧室用的一开双控开关。床头开关控制光源，不用起床关灯，特别人性化。这款插座带一个开关控制壁灯，一举两得。如果是在厨房开关插座的情况下，推荐大家用这款特别实用。平时蒸米饭的电饭煲用这款插座就可以通断电，可以不用拔掉插销，直接开关关闭就好。电话线网线开关也有，家全屋都用的这款开关插座。它真的不是空有颜值，已经入住一年，开关插座没一点问题。精致的开关插座会让家里处处充满细节感，大家在装修走水电时一定要和自己的电工沟通好开关插座的位置以及多控的要求。